成日話自己寂寞孤單，我覺得啲即係宿命，連搭飛機都係咁樣啊。咁咧，成個艙都係得自己一個。咁頭先好無聊咁，每個座位坐過曬，又跳埋飛機，甚至乎坐埋喺呢一度。咁但係都仲未夠時間，仲要飛多成個鐘頭，幾悶幾寂寞㗎。